别人让他去拿上去，当时拿上去他没有，有的有，就是他没有没有用。嗯嗯嗯嗯也很大，我是那个北京某一个客户，他工厂里面有那个分贝表，就是这个车间的噪音不能超过多少，然后来采购设备的时候把这个一看，你这个机器通路是太吵了，然后我们就针对他那个人，他是那你拿哪来打楼，我也他是那的给你做手机，我这几天他都是那来了的。